蔡英文发表六四感言，呼吁勿让六四成为两岸的难言之隐。蔡英文上任第二周，密集视察陆海空三军基地，收拢军心。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六月五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蔡英文总统昨天发表了六四感言，希望六四不要成为两岸之间永久的难言之隐。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正在日本参加纪念活动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请他来谈一谈对蔡英文六四感言的一个回应。王丹教授您好。哎，你好。你好，王丹教授，请谈一谈你怎么看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一份六四感言呢？我看了蔡英文总统的感言，我觉得非常感动啊。那台湾愿意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蔡英文总统也表示愿意把台湾的民主经验分享给中国大陆。但是我想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应该没有兴趣就跟台湾分享吧。另外我也希望说，中国的民主化对台湾也有实际的好处，所以也希望蔡英文总统不仅能用讲话的方式表达支持，还能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支持。另外，王丹教授，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台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说，过去台湾纪念六四的一些民众都是属于统派的，那么近年来反而变成是独派的，您怎么看这样的其中一个转变呢，王丹教授？就我作为一个组织者来说，我从来没有去区分统派和独派，我也不知道谁是统派谁是独派，我不知道谁做过这样的调查。我觉得不管是统派还是独派，只要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们都欢迎，您表达的都是一份就基于人性的这种人道主义关怀。我觉得在纪念六四这件事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在意是统派还是独派。另外呢，我们知道说，王丹教授，您这是第一次在日本来参与纪念六四的一些相关活动。当然，在日本也有一些其他重要人士也参与了，跟我们谈谈您在日本参与纪念六四的一些活动，王丹教授。我们刚刚结束在日本的六四纪念晚会，来了非常多的人，这应该是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吧。你就可以看到说，当然来不仅有中国留学生，也有日本朋友啊等等啊，就是看到中共虽然想让全世界都不要在六四问题上为难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日本，都没有放弃这个努力，也没有放弃对过去的记忆。所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四百多人在这里大家共同一起纪念六四，我个人觉得非常感动。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丹在日本接受海峡论坛的访问，非常感谢您。好的，接下来呢，谢谢您。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与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博弈、东宁，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天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为您邀请到来宾是每一间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您好。东宁博弈好，严教授好。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六四27周年的感想。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也是要请教您对这个蔡英文六四感言的看法。除此之外，还有马英九，刚刚卸任的马英九在他的脸书上发表了六四感言我们记得马总统他过去在台北市长任内曾经说过，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那么在任的8年，可能对六四比较温和。不过这一次的六四感言也有一些玄机包括拿中共跟这个纳粹来相比。你怎么看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六四感言？我想他们的发言都是很建设性的。那马英九说你能够平反六四的话，正好表示你一个大国的一个气度，也可以拉近海峡两岸老百姓的距离。那蔡英文也讲得很好这个他希望这个大陆呢能够看到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努力不是那么容易的，奋斗的过程非常艰辛。
也希望大陆呢以台湾的经验呢也来做一个参考。他也认为如果把戴维六四的问题能解决的话，就不会两岸不会有难言之隐。我觉得两个领导人物在这个场合讲的话呢都应该让大陆仔细听。不过刚刚王丹先生讲了，大陆不一定想仔细听，所以这是困难所在。好的，感谢吴和一博士，也想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来评一评啊，这个蔡英文和马英九的六四感言，好像这个六四感言的内容究竟是激昂还是温柔，跟在不在总统这个位置上是也有关系的。你怎么看蔡英文今年的六四感言，还有马英九卸任之后的六四感言呢？严建发教授，是，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啊，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讲，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马总统也好，蔡总统也好，都尽量讲非常温和的话哈，不去碰这些敏感的这个议题哈。那我想，其实中国大陆，你看它经济现在已经发展到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现在出国这个观光客里面最强就是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什么都有，可是最缺的就是这个民主，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觉得。马总统也好，或者蔡总统也好，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啊，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在不让北京感觉到说好像我们给他们这个说三道四的状况下，希望能够带给中国大陆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契机。而且我觉得时间应该到了，因为中国已经发展这么成熟的经济啊，人民应该有这个权利啊，来分享一点自由，分享一点。这种民主政治的这种权利。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啊。事实上，蔡英文他上一回去年发表六四感言，就是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在访美的时候谈的那一份六四感言，被大家说是很温柔哦。那么现在他已经上任520之后变成台湾总统了，他的六四感言也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说是好像不太敢刺激北京哦。也有人说。现在蔡英文的难言之隐很多，其实啊，不只是这个九二共识不能谈，也这个六四也不能够讲得太激昂。你怎么看蔡英文的难言之隐？好像不止九二共识，还有六四感言。当然，蔡英文在这次的发表的谈话中间，没有直接指责中共，没有拿任何言语刺激中共，也没有说中国台湾两边各边一边一国，这个他都不谈的啊。我想这个稿子很审慎的写的，当然会应。让民进党原来的支持蔡英文人有点失望了。那本原来支持民进党的反对中共，希望蔡英文讲话能够积极一点，能够主动一点。那这个是没办法。但蔡英文现在跟北京之间的互信不够，如果因为六四又产生上言语上的误会的话，蔡英文是得不偿失。所以他的考量是很多的。我当然希望刚刚这个严教授说，希望这个时机快到了。这一点呢，我可能跟严教授意见有点相同，就是说达赖喇嘛上个礼拜就讲了，这两三年来，他可以预见到中国大陆有非常大的内部的一个变动，那他持的理由就有几十万的留学生到国外，到日本、到美国、到澳洲、到英国去留学，他们间接直接的受到这个民主潮流激荡，有的回到大陆去了，再加互联网的发达，这许多事情呢。这个可能这个临界点也快到了，或者时机也快到了呢，也是很多比较乐观人士是这个看法的。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刚才我有一个问题请教王丹教授，我现在也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台湾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民众究竟是属于统派还是独派啊？最近在台湾也有一篇文章引发大家的深思，好像过去我们看到89年那个时候纪念六四或是支持六四的一些台湾民众都是属于有大中国情怀的，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湾的自由广场前哦，拿着这个烛光晚会的这些年轻人似乎又是跟当年不一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年轻人，你怎么看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民众有一个这样群体的转变呢？严建发教授，是如果我用一个比较掉书袋的说法来看，就是所谓的统独是所谓的统独是一种特殊主义，民主人权是一种普遍主义啊。那现在对台湾的更多人，尤其年轻人来讲，他们关切的已经不是特殊主义，是普遍主义，就是
到底人类到底人应该怎么过活啊？人为什么而活？这些问题的考量，所以他们如果说在支持或者是纪念这个六四，他们比较是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认为说这些应该是超越统独议题，也就是说人类普遍关心的这种自由、民主、人权啊这些问题。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六四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再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香港对于六四以往来讲，我们都是这个纪念的活动相当的盛大，我们也是拿香港作为一个指标。不过今年来看，好像从战中之后呢，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有一些转变，所以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热情，今年来讲好像不如以往啊。嗯，特别是香港有这个本土派出现以后呢，今年这个香港的这个青年，刚刚东宁提到这个台北的青年，但我们注意到香港的青年有几个声音啊。第一个就是说，已经如果是本土的青年，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国大陆已经跟我们无关了，我们是要让这个香港本土这个建国的，所以纪念六四对我们俩没有什么意义，那是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的事情。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个对于这个民主，可能还自认为是中国人的这个青年，但他们觉得说，已经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做这样一年，已经做了27年了，中国大陆丝毫没有改变，可见这样毫无作用，所以变成对于纪念的这种情绪越来越降低。那从人数反应上也看得出来说，今年的这个人数是最低的一年。您怎么看香港对于六四这样情绪的一个转变？是这个问题说起来其实蛮敏感的，因为如果这么讲可能大陆的朋友不一定高兴，但是你站在台湾或者香港总会觉得说，中国民主，那你中国人你要尽一份力啊，你总不能老是在海外的纪念，你中国内部你总是要有这个一个回应的声音。所以我是觉得香港的朋友也好，台湾的朋友，他们总会觉得说，那你中国人你自己，你被屠杀被压迫，你总是自己需要一股力量出来，外面才给你一种呼应啊。当然这样说起来是有时候是听起来是可能大陆朋友会不大高兴，但是这是个真实的，因为香港他会觉得说，我还有很多问题是我自己碰到，我必须去面对北京政府，面对这个港府啊。那台湾也是一样，台湾我们必须要面对北京这个无所不在的这种压迫，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先要关心自己的问题。那如果你大陆的朋友，你已经从1989年到现在几年了，你自己都没有那一种声音出来，那别人好像已经没有能力或没有那种权利去关心你，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个心情。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乌合宜博士。我们知道您是年年都参与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像刚刚我所提到，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也觉得说，已经做了27年，已经有点意兴阑珊，因为根本没有看到大陆在这个人权跟民主这方面有任何的改变呢。特别是像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更让香港人失望了。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就是第一个就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其实真的一年一年这样做下去，大陆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是不是真的会让更多的人其实会慢慢的对大陆政权感到失望。另外就是说今年是六四的27周年，但是六四仍然是被列为敏感词。那么今年是文革的50周年，那么大陆也是低调的来处理。那么在大陆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强权大国的时候，能够希望做一个中国梦的时候，那么当然一个国家的过去可能有好也有坏，这个你总是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这个过去。像我们说德国，他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中国想成为伟大的国家的话，他如果不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有一段不是很好的过去的话，那他这样子的这个中国梦，您觉得能做好做大吗？想请教乌合宜博士。他如果不能够平反六四，这个六四关他过不去的话，他永远无法完成他的中国梦，也永远不能成为一个
堂堂正正的大国哈。那大陆上为什么现在这个六四的这个言教说大陆人没有什么反应？其实是因为在高压一党专政强制之下呢，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我常常讲，大陆老百姓对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绝大部分人对共产主义没有意义了。那这次这些经济发展也是靠这个共产主义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让这个大家有钱起来了。但是在有钱以后，大家就要求政治上要有参与，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等于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个情况大陆看起来是好像有平静啊，其实随时都会有点爆发。1989年1月，东德的总理说，这个柏林围墙100年绝对不会倒，但1989年10月，就柏林围墙就倒掉了。所以这个事件事实很难逆料，所以我认为这个海外的侨胞，我个人当中参加了27次，只有3次是在台北跟王丹乌尔开西，24次都在美国的首都哈、几乎24次中间，我有20几次呢都是做主讲人之一。昨天晚上我也跟魏金生做2个主讲人之一。我感觉可喜的是，3个主持人从大陆出来的，一个3岁，一个27岁，所以在六四发生的时候他才3岁。那么另外一个是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刚刚生下来，但是3个人都是因为到美国以后经过Google Search、Yahoo Search， 他才了解六四真相。然后他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要担起这责任，希望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所以这是好现象，昨天100多人里面有40-50个年轻人啊，从大陆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现象。所以这个转变呢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非常有希望的。当然，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呢迟早是挡不住的啊。那他这个一党专政呢，迟早是会是否是和平转进，或者另外一个六四，整个大陆大暴动起来呢？这是这个中国大陆要好自为之的。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蔡英文六四感言，或者是六四27周年您个人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辽宁王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王先生您好，请讲。当然了，我很好了，我很好，很久没参与你们这个美国公共外交的宣传机器，或者是美国信息站的一部分。首先来说，你们台湾两位嘉宾，包括吴先生所说的话，根本就不值一文不值。首先来说，这首先是一种宣传。对于六四的话，比如现在的王丹，以前美国的佩洛西也好，到美国议会也好，利用一下宣传一下，抹黑一下中国，丑陋一下，抹黑一下共产党，抹黑一下中国人的形象。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每年的美国民主基金会也好，除了这1亿美元为了搞颜色革命，颠覆中国政府，今天他们在海外没有影响力，在中国内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上网的人，有谁不翻墙的？对外面的世界都非常了解。当然了，面对台湾、香港，现在大陆就可以说年轻人看到都是基本上大多数都嗤之以鼻，有一个反感的情绪。中国未来的民主也罢，不自由也罢，是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事，用不着你们说三道四。好的，非常作为我们的感谢辽宁的王先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感谢您。接下来请接听台湾的听众张化姚先生，您对六四27周年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姚先生，请说。我个人认为啊，那个民主的发展呢、啊，那个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哦、啊，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啊。台湾之所以可以走到民主的这个地步哦、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主要有个民进党在，有一个反对党在。啊，我们之前我也跟我们那个主席，就是蔡英文主席有讲过，就是说是不是我们那个成立个中国民主进步党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给设个分部？然后就是说，是不是鼓励中国的，然后走向民主？因为民主啊，才能巩固我们那个让中国有一个民主的那个民意基础，它才能维持它的政权，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强国梦，才能够得以实现。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河北的李先生，你怎么看六四二十七周年还有蔡英文的六四感言呢？好的，李先生的电话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接通，也请线上听众观众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不过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吴和怡博士。当然第一位这个辽宁的王先生发表是他个人观点，不过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可能在大陆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历史的过去哦，很多人也不了解六四。我们看这个荧幕上面这个六四当年的这个 Tankman 坦克人，当时轰动一时。但是你现在问很多大陆的年轻人，可能他们并没有听过六四或是这个坦克人的故事。您认为会怎么样呼吁在大陆的年轻学生？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美国参与六四纪念活动，有很多年轻人啊，27岁、30岁，当时都只是小 baby 或是3岁。可是现在大陆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关心，也不了解。您怎么呼吁大陆的年轻人也去了解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呢？大陆上的社会氛围啊很困难，因为呢，刚刚大家都是现在大陆都是想赚钱啊，有小确幸，然后大陆人要不然就希望出国留学，所以一般来讲对政治呢他们是害怕的啊，反正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那么我也不能出来抗暴，也不能做任何激烈的动作，所以他就比较采取消极了。但心理上对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呢，他是并不感觉舒服的啊。那你看那个我是歌手，大家都愿意投票，所以大家都有投票的欲望，但是政治方面他是完全让你封闭。你如果到互联网，到大陆的这个百度 search， 你要找天安门，找六四，找不到的，因为他大陆完全封锁掉了。所以一般的年轻人，刚刚这个大陆先生讲可以翻墙，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翻墙，导致这个几十万人到国外来留学呢，这个撞击很大啊，有的就是马上坚决的就说我要从事民主，那么有的说我将来回到大陆我可以改变大陆，我希望大陆是朝什么前途在走，所以这个潮流在变啊。那么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大陆就现在一党专政完全压制了百年不倒，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潮流往前推进了。我想世界上只剩下北韩、北越、古巴跟中国大陆属于共产国家了，所以这共产主义已经不是每个人相信的，大陆90%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了，相信就是赚钱啊。所以我希望这个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呢，有机会呢能够多去寻找关于六四也好，关于中共的一党专政也好，在这方面除了经济上自由之后，将来希望政治上也能得到局部或更大的自由。好的，谢谢吴和怡博士。谈到这个民主跟人权，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两岸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蔡英文总统在他的六四感言中也提到了，他说希望有一天对于民主和人权的看法两岸能够趋向一致。那么先前我们在这个跟王丹电话连线访问的时候，请他谈这个六四感言的一个看法，他也虽然说肯定蔡英文的说法，但是言语当中也是隐隐的说希望有了这个马英九的经验，希望未来蔡英文不要只是说，我们要看你怎么做。我们看到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琢磨于他对于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愿景哦。您认为民进党的新政府在这个部分接下来究竟会怎么做呢？严建发教授。是，所以我想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辽宁这位先生的说王先生说法哈，他认为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要别人来说三道四，类似这个意思哈。我想他可能不大了解现在这个国际村哈这个问题，就是说规范大家都一致的，就好比说你看到邻居打小孩，这邻居打小孩好像是邻居的事，不是啊，你也可以因此去这个控告他。不可打小孩啊！说同样的，就是说，不是中国他自己一套，他就可以就是为所欲为。他如果对他的人民太残暴，然后不讲理，这国际社会是可以管到那里的啊。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民主进步党，他本来就是标榜民主跟进步，所以他是希望说由他自己自身做起，然后多少来影响中国大陆。只是说，因为目前两岸之间这个问题相当敏感，所以你可以发现蔡总统在谈这个民主的时候就比较含蓄一点，但是他还是有个希望说台湾的民主经验能够多少给中国大陆一个借鉴。虽然两个社会的那规模环境还有历史状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总是人民希望人民的一种诉求会一样的，所以希望能够因此能够传递一些讯息，让大陆也跟着，不要说跟着台湾跟着大家同样走同样的路这样。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我们再来接听上半场第二轮的听众来电，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啊。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说。河北的李先生，好的，我再接下一通啊。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讲。哎，你好，请说。那个中华民国的两党，就是共产党跟那个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位总统都对这个纪念六四发表了感言，这让我感到很鼓舞。嗯哼，这说明中华民国的人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同样他们都是同样排斥独裁、渴求民主的。就同样包括香港人也是同样如此，所以像那个维园纪念六四这个集会，即使在这个学联退出之后，那个依然有很多人，很多香港人去加入这场活动中，这说明就是追求民主、追求社会进步，那个参与政治这种渴求，在所有华人都相通的，所以纪念六四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我希望这个香港学联应该重新再加入这个纪念活动。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北京的刘先生您好，在线上了，刘先生请说。嗯，你好，那个我就说一下刚才有一位先生说那个民主要中国人的事儿，对吧？中国人的事儿，那个日本鬼子打你们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中国人的事儿了，对吧？那当时美国帮你，你也不说了，对吧？现在什么没事就要不就别看那个美国阵营，就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用完了吗？不，你们中国人的事儿吗？对吧？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感谢北京刘先生，谢谢您的来电。陕西的严先生您好，抓紧时间请说。陕西的严先生，喂，请说，听得到。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台湾的吧，香港的吧，香港是因为把香港统治了100年，你为什么不什么不争取自由去？好的吧，是。为什么在香港？香港人因为在香港当自总是为啥不自由去？好的，感谢陕西的严先生。台湾，不好意思，因为你的电话有点断断续续的，不过我们听到了您的来电了。辽宁的张先生，请讲。你好，你好。我是年龄啊，我是将近70了。嗯，这个六四啊，这件事儿，我没去参加，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过来的。那个六四啊，主要在这之前，主要是邓小平啊，跟他关系比较大。他在他上台以后，首先是华国锋下台，然后反对共产党自由化。那个83年严打那次，后来他就讲了，他说这个全国不得3万5万呢、啊？那严打那次好像有很多人呢、啊，有很轻微的一点罪啊，他就是判处死刑。那次啊，很多人就也是很冤。当时听说是朱德的儿子因为流氓罪也被杀了。在那之后，87年又有一次学潮。那一次啊，是胡耀邦在那次下台了，然后可能是我听说当时胡耀邦把一些学生给放了之后他下台了，下台以后就最后就导致89年就胡耀邦去世，就引发了六四。当时啊，最主要学生打出来的口号是反对关岛、反对腐败，刚对共产党还有很多好的印象，还要跟政府对话。当时有一天晚上啊，是袁牧，还有北京市那个市委那个袁立本，还有何登昌，感谢部长辽宁张先生的来电。很抱歉，我可能只能让您讲到这里。不过从张先生这位70岁老人的这个来电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今天讨论勾起了很多人老一辈的当时的这个对六四的这个回忆跟记忆，而且他很真实的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你每年都参加六四活动，当然对于那些没有被平反的人来讲，这27年时间并不快，而且可能是很痛苦跟漫长的。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六四27周年的总结。好，两点总结。第一个，这个纪念六四啊，是全世界没有的一种纪念会，譬如说纪念柏林围墙倒塌，纪念抗战70年胜利，这是纪念，
正义已经伸张了。但这个27年纪念的这个六四呢，是因为正义还没有平反，正义还没有伸张，所以在全世界纪念会里面，这个六四纪念会最最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全世界人类都要争取自由民主，尤其大陆的同胞跟我们同胞民胞物语啊，大家都同样都是中国人，希望争取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就像浴火的凤凰，它也许十次失败了，27年还没争取成功，那么再过10年争取成功了，那么这个每次失败，但浴火可以再重生。可是共产党它只要失败一次，就整个垮台了。所以我呼吁全球的，包括大陆的老百姓，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这是浴火凤凰，争取自由民主，最后一定得到成功。我们只需要共产党失败一次，让它倒台。好的，谢谢吴可义博士，严金发教授。是这一点，我要呼吁吴博士哈，因为我们这一代是真的是眼睁睁看到六四发生，而且我们都有目睹那个现场嘛，而且两岸有很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因为他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都不关心，我们是很关心的。再者就是说，中国大陆14亿人口，占这个世界多大的一个氛围，所以中国大陆如果民主化，那整个全世界就整个民主化。所以就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觉得应该要继续给大陆啊，给一些支持跟鼓舞。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有关于蔡英文六四感言和六四27周年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检视的是蔡英文上任第2周的各项政策与两岸关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